活在人人自拍的世代，相机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普通不过的物件，但是对于很多少数族裔妇女而言却遥不可及。 Bonnie 赵信如的婆婆本身是印尼华侨，40年代因为排华潮而来港，为照顾兄弟姊妹而不得不放弃读书的机会。婆婆的经历令到 Bonnie 感觉到种族和谐和性别平等的重要。一次土耳其之旅启发她创立 Lensational， 教导弱势妇女用摄影自立自强。我们会收集旧相机，教导弱势妇女和小朋友用摄影发掘才能，寻找生命的热情。我们会举办不同的摄影工作坊，免费为本地的外籍女佣和发展中国家的基层女性教授摄影技术，协助她们用镜头叙述自己的故事，记录生活的点滴。我们还会定期举办摄影展览，展出她们的作品，令到普罗大众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弱势妇女的生活面貌。 Lensational 对我是看工作平台，因为我在这里又可以认识很多人，见到很多朋友，又我觉得很多人支持我，我可以有信心 make my dream become true。其实我是很欣赏 Bonnie， 她是一个即是有 vision 同时是有 passion 的一个人的，可以说 是中文来说是叫知行合一。她就将她自己学到的东西，就去怎样去，即她不选择去做一些诚意去入 iBank 去赚，即高薪厚职没问题，但她是希望用自己去学到的东西 去做一些是对社会是有一个 social benefit 的东西，这个是我很欣赏她的地方。我相信摄影不单止令到他们建立更大的自信，更好地融入香港的社会，反过来对于香港社会的种族共融都有好处。我们经常都说相片的力量比文字更大， Lensational 将不同的性别、不同的种族的图像重叠拼贴，绘制出一幅又一幅充满尊重和理解的新图像。他是 Bonnie 赵信如。